三十岁的年龄段，是否有车有房？生活一天又一天，你是否彷徨？年复一年的时光，摧残了我们的想象。还有明天，我们更辉煌。穿越人海之中，亮茫茫，忽然之间长大，是否有了自己想要的温暖的家？经历风雨挫折和打击，我们渐渐的变老了，男人的青春悄悄的走了。男人要无所畏惧的承担，做一个男人要有孤独和傲慢，尽管生活在平淡和无谓的心酸。做一个男人要挺起胸膛，坚强勇敢的去面对过往，疲惫的抵抗时光的创伤。茫茫，忽然之间长大，是否有了自己想要的温暖的家？经历风雨挫折和打击，最近这个酒糟一上，这个牛长得很快，这个酒糟的营养价值还是挺高的，亏是有点贵，但是真的可以。养育肥牛绝对没有问题。